太多了呀、你这帽子哪来的？我发现你戴上这帽子好可爱。哇，突然感觉你很像我妈的一个亲戚，像我妈儿媳妇。滚。你知道人生最美好的两件事是什么？结婚生子。错，就是和你在一起睡觉。我想让你带我去一个地方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。去你心里。哥，总有一些人说天上星星很漂亮，你觉得呢？是很漂亮。我觉得很一般。说天上星星漂亮的呢，都是没见过你眼睛的。地图啊，老板在。你老板在？你老板在怎么了？你老公还在吗？等一下，别动，别动。好，漂亮。干什么你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在找什么东西？我不在下面。滚！这个我多大啊？我很大。太多了。他问我多大？你告诉他我多大？滚！我觉得我现在拍你都不需要套路。因为我觉得套路都是多余的，我的快手里只要有你，这是个完美的作品。哥，你天天都这么忙，什么时候才有空啊？干嘛？有空嫁给我啊！哥，哥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要学？还给你学啊！黑朵，你手拿过来。我会算命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命里缺我，所以说你以后要是不跟我在一起，你就完蛋。我为什么老是想笑？这样我才想明白，傻笑不是我与生俱来的，而是由我爱上你那一刻开始。我，你看，网吧里这么多人，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我爱你。黑朵，我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的时候都会想到你。这段时间你知道的。我每次看到好的东西，我都想给你。给我干啊？给你用。佩朵啊？你笑什么？你啊什么呀？你笑我不就啊吗？我发现你这人不适合谈恋爱。你要为什么？因为你适合跟我结婚。老粉。什么？我结婚你一定要来。没有，你要问为什么要来？为什么每次在问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新娘子很尴尬。那是不是假的？
我问你个问题，一到五从哪头开始？从一啊。那 A B C 从哪头开始？从一啊。那爱情呢？笨蛋，从你跟我开始。其实都跟笨蛋一样。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说，我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。你就是我的大事。哥，你的脚累不累？你一天24小时在我脑海里跑，真不累吗？叽叽喳喳路人笑。哥，你敢给我花心吗？我承认我花心，我把心都花在你这里了。来，送给你。你妈有没有叫你先叫你上网来？有吗？有没有？有啊。那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呗。他喜欢算命呢，算命打的。嗯，哥，你咋收了这么多包裹？买了不行啊。那什么时候把我收了？我是免费的。不要。我这次真的是过来上网的，来帮我开个机子。哎，我不来又不想上，哎，还是上吧。哎，我又不想上。你到底上不上？上，既然你叫我上了，那我就上。晚上去你家还是我家？贝朵，哎，你们这边包夜多少钱？你说的是包宿舍吗？算是吧。30。30？你确定啊？你要30多，你不多给。行，那我帮你一辈子。对的，我很认真问你一个问题，没有开玩笑。你什么时候结婚？不知道。那好吧，那等你想好了我再娶你。太多，帮我开台机子。抽多少？抽这些。哎，朵，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最近莆田犯罪率这么高？莆田什么这么高？犯罪率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美丽的五官是我犯罪的开关。哎，这个词好不好？对。呀。哎，朵，哥，你有火机吗？火机？啊。没有，我火腿肠。火腿肠。啊，不，我是双打火机。没有。那你怎么点燃我的心呢？空气有点。哎，朵，朵，我肚子饿。哎，那你这边有泡面啊？啊，一桶多少呀？5块。那么贵，我这边只有2块5。那不行。那这样吧。你吃一半，剩下留给我，好不？不行。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我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我也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我把你放在心里。那个，包来根烤肠。来根烤，给我烤的硬一点啊！哎，粗一点，那个太细了。
挑又硬又粗的，不要那一个，就这两个呀，没了吗？没了。哎，什么店啊？贝朵，不干，怎么都这么熟了，可以免费请我喝杯饮料不？谁熟啊？那靠脸呢？刷脸呢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因为你丑啊。开个机打。老师拍我，你拍他，拍我。我怕你啊。怕了吗？我就吃了。我怕老婆呀。太多。这个慢慢，自拍啊。哎，你手借我一下，我观察你好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手借我一下。你这中指怎么回事啊？这中指啊，这几个怎么没有颜色啊？有什么需求你跟我讲嘛，何必这样为难自己，多不好。来往这里看，哎，对，就这个颜色。哎，罗，上次大叔不在，问你个问题，你喜欢狗吗？我妈妈养了一只，但是我不喜欢。哎，你好，美女。哎，昨天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来送你根香蕉。不用。没事，拿着吧，不用不好意思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拿着吧，拿着吧。我没让你用，我让你吃。嘿，我盯你看很久了，你刚刚不是说不吃吗？那你剥它干嘛了？剥给你吃啊。不给我吃啊？对啊。真的？你要吃吗？要。哥，有个问题困扰了我二十几年，我想问你一下。什么问题？你觉得奶奶、爷爷、爸爸妈妈、老公、外婆、外公、大姨妈，哪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？跟我没有，老公啊。没关，晚上老公接你下班。哥，你感觉我帅？丑。好吧，那你感觉我未来老婆漂亮？一般找老婆都挺好看的。你咋这么自恋呢？太多了，你觉得我最近是不是很放得开啊？唯一有的时候我就是放不开，你知道什么时候吗？就是牵着你的手的时候。It'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. It'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.